面上卖一卖啦。来金币卖两百块来先，再吃金币卖，当做看。我一个多。来，阿你给我买啥？阿根廷鱿鱼卖啥？阿根廷鱿鱼。好吧。免五百，免四百啦，阿吃鱿鱼来三百块完都。来三百块来，两百块你来，三百块你来，四百三百买无来，四百个点来三百块来，阿根廷鱿鱼来三百块来。来光进的来，光进光进。下去了。哎，大阿弟好，我吃完了，对。来三百块来，今天做看不起来。哎，很大事呢，你这买呢？来三百，二人没关掉吧？袂客气嘞，来三百块来，帅哥你好吗？来帅哥来分啦，你今仔个到位啦。来三百最好吃啦，留意下三百块拢拢咩啊？做一个客人，一斤几块钱就外掉嘞。中华号留意下三百，来好，谢谢。你把东西放桌面上没有关系。还得给出来，来。要他免费是吧？把东西放桌面上，不然小孩子这样。来，不要抢，谁要？来，五百块。不要抢，不要进去。不要抢，不要抢，红包五万哦。来，谢谢。来，给五百块，来两个人给你，好啊。去吧。来，五百。来，两千三百。来我把上面这批我发过来等我的来我发过来就前面的旗语五百块谁要吃旗语对了了后面的啊后面的我发过来两倍啊我必须买啊西亚我来西吧等你让给妹妹来要你我给你弄了我同情你要给你弄了哎别要起来可以来，嘿，人家不贵，来，通抓皮，出一包两百八百，我给你讲。来，一百块来，通抓皮一百块，最后一包了，没有了。哇哦，哇哦，好来，时间差不多啊，你哪边吃饭？你搞讲，来，嘿，银杯五百四百来，三百块我，三百块来，你差不多，你差不多。来，三百多。我都卖完了哈，我都卖完了，来三百块来鱼，来四个客人今天黑鱼多，来三百块来，来龙虎林啊，三百贝贝得了，小不要玩，来三百，叫前面黑鱼来，三百块来，我是对三百块过来客户啊，对吧？哦，好，谢谢，一样多了哈，来个假蛤蟆我不亏了。好吃，好吃，好吃！来，还没吃蛤蟆来。要买就买，要蛤蟆，没五百，蛤蟆没四百。有宅配，宅配的 line 有没有看到我的置顶？0960720012，固定时间在金狮湖，礼拜三跟礼拜日。赵瑞瑞，礼拜三跟礼拜日，礼拜三跟礼拜日在金狮湖岛上啊。陈宇璇有没有看到我置顶的那个电话？那个 line， 那个 line 的话电话号码就是宅配资讯哦，自己丢过去。哎，他妈两百不能卖给我们哦，要料人啊，钱他妈变了，要去给我阿妈恁谈的哦，免两百。大锅你都买不起饭，客厅的煮蛤蟆汤，客厅的炒菜粿、炒西瓜来一百块啊，一百块来，蛤蟆，弄完啊，我修改啊，哦，要煮的话要洗一下哦，啊，然后要煮之前再泡水，倒锅刷，来一百块纯粹啊，三个人吃蛤蟆，啊，这边哈，啊，这来一百块两，来最后两位，蛤蜊、蛤蟆一百，还有弄完了啊，蛤蟆，好，谢谢，全场都借龟头的。来，蛤蟆一百拢买了好，谢谢。来，虾也不贵了。来，一盘拍头，三百块买两百块。小黄鱼拍头啊，有人要捡无？来，两百多，大买无？两百一盘三百块，拍来一百块来。来，拍头啊，一百块这么新鲜，这么大只，要不要吗？来，一百块来，来拍点。来，还要吃虾来。哦，虾啊，我搞不过嘞，啊，你收啊，无炸，敢无炸？啊，你食虾啊，五百蚊、四百蚊，来三百块啊，拢只能三四个人买买咧。台北啊，真正甜啊。阿伟啊，迄两只虾啊，敢收起啊无？好啊。虾啊，要多啊？
遛狗啊。来，这边一只。喂龟吧。我一把，你是喂龟的吗？我喂龟。在海边啊，什么价？在三百。这两三岁人飞机买哦，我今仔日啊是买不着，拢我哩呢，卖五百，卖四百，三百，这样一盘来两百块完了，200块来，赶快啊，赶快啊！嘉子今天还没有卖过200的，要说了。新打港有啊，下午新打港。来两百，对啊，来个 S T 海北啊 ，T Long 呢？我回那边两百。下午新打港。打龙王哈，好，那收起来喽，哦，好，谢谢。快这么多，过来啦！好，过来你也过去来。啊，猫喜欢不？猫喜欢不？他评价是不喜欢？我北部人去刷钱，去刷钱，去刷钱，哎，那都要啊啦！泡茶吃三两百三，今仔吃上少的。少钱。来，两百块来，进来最后一个，来白虾没有了，最后一位了。两百呢，来小姐来。都不用考虑了，二百斤我啦，这最后一摆二百斤了哈。金妹啊，这拜拜一堆啦，后边这等于做生意哈，真正好吃，这个叫奇肉卷，不是那个，那个是花枝卷，这家要卖大条，一条卖70，来你要整，要行要钱都不要紧，来两百块啦，我要收啊啦。七只啊，幺七的咧。你若四斤两百送上，200给你，其余落选。来招姐妹两百，我都可以上去叫你，我叫你来两百。老板，我鸡蛋。来两百。从那边啊，开始。小姐，旁边那边。可以吃一礼拜，一条全部30，来200给200块多。你吃不要废话，无多。你菜吃袂看，我也无上诶。一条70块诶，来只6条200，来200块，够了没整毛？够未上你一条？7条你整，200块诶，200片，拜拜做钱咩？还好食。来最后一个客人，200片，200块来7条够。够了吼，千余多钱？200块，就切搞咩咩片，我休息，就好食。下一个咯，做好吃你，我袂骗你。就关注点啦，给龙背个背料，不等啊背，背料不等啊背。好了，谢谢你们。来狮子头来。你家俩？你家俩哎。三个客人啊。超过了。超过了，我要算一下。等一下。这叫狮子头啊。龙爸来700多。狮子头100块。嗯，这是只三只，我只卖你700块烤炉哦，东北菜肉、猪腿肉吧，700块得，100块，大哥来，谢大哥，最后只，嗯，大哥开200块啊，要紧啊，来700块，咱们吃手指头嘛，100块，来100啊，100，都上了两吗？金鱼蛋。谁要请小香肠100？对啊，给他收钱吧。OK。我在那个川剧院对面。过来这边啦。我在。喂，笨蛋。你要大锅，你也会大锅，大锅嘛，你比较凶。这边啊。来，好，大哥，谢谢。阿姐，拜拜。我今前跟叫你要对啊。我呢，阿姐，我安尼啊。有啦有啦，哎，田园虾饼谁要喝100块？你们也大火一桶呀，好了，大火一桶。100啊，我要请你吃而已啊，你好，别啦，我请你吃的。150来，来大哥给来。好啦好啦，可以，慢唱慢唱，可以可以。来150。不要吵不要吵，去。来虾饼100块上面吃，这是我的喏，这田园虾饼喏。700块，你最好去办两块，我这边又不能啊。这六个人就未变走啊，六个。加7个，来11个，来13、14个，200来700多。虾饼怎么煮都好吃，真的怎么煮都好吃，随便你。来这几个人，700块，天天虾饼。来700块来。我知影啦，我们去啊。来700块来。
啊，好心来提醒你，是吧？但是我像你安尼，拢伫无无看到诶。讲伊诶穿，伊诶穿像你安尼。无怪人会讲我敢敢来甲伊认安尼诶。来七八个啦。对啊，我就已经看到他拿钱。最后一个拄啊好，七八阿妹妹举手，阿姐有买无？虾饼。咱讲恁家阁有咧，有爱包，真正好食。最后一个人计无啊？来虾饼，田园虾饼100块，最后一位。没有啦。妹妹，好食诶！奇怪，你先无买着。买相同的啦。来回去完200。有两个。200，上面条回去完。开啦。来100，我来100了，100块回去完。来最后一个人计回去完100无啊？叫七百那边七百，这边哦，七百包，我主要搞包的七百，来，看前面那点呢，来，谢谢小九百，黄金雷弹出击管200红，大红系列绝对中等，绝对差，这麻辣鱼弹，来七百红得了，我来出击包给你，好，这里看先往上推，还有给我背上，哎，这里还没逛完啊。香菇逛完出去包200，这样每120块，100都。买一包吃。藏的。有藏起来。那是来恭喜哥，那9月13去欧味里来去包哦，你家里都方便，我你我买两杯，来我十杯。120我给你50杯款，真的。哦，安尼我休息啊，你哪不讲话，我就收啊，你别讲啥。我讲话，你讲话。我话俾你听，我十块了。